大家好， Costco 三月份特价开始了，这些商品没有在会员特价行录上，特价商品优惠时间3月1号至3月28日，大多为居家生活用品类，拍摄地点为德州，但这些商品全美都会有折扣。影片内容为店内实拍，没特别说明，若你有兴趣就请看下去。每月 Costco 特价商品更新，请订阅及分享哦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三月目录上没有的会员特价商品：太阳能聚光灯2000组，原价29.99，特价24.99。LED 灯串，原价49.99，特价39.99。浴室用垃圾桶，原价29.99，特价23.99。保险箱，原价49.99，特价49.99。防火保险箱，原价229.99。特价189.99。防火保险箱原价449.99，特价349.99。浴室用水龙头原价55.99。特价44.99。浴室可放药品橱柜，原价124.99，特价99.99。不锈钢食用水槽加水龙头，原价59.99，特价199.99。四件卫浴套组，原价39.99，特价29.99。食物垃圾处理器，原价99.99，特价79.99。RO 渗透水系统，原价169.99，特价129.99。底柜三件灯套组，原价29.99，特价22.49。透明密封胶两件组，原价18.99，特价14.99。头灯三件一组，原价19.99，特价14.99。皮革工作手套三件组，原价24.99，特价19.99。3M 空气滤网，原价39.99，特价29.99。谢谢观看，相关资讯请参考官网。每月 Costco 特价商品更新，请订阅和分享。